力邀知名导演编剧演出行动剧，剧中内容呈现目前选战中的蓝白河，背后有中共借选影子，要想解开政治枷锁，就要靠民主自由的剪刀来解锁。蓝白河其实后面有一支介入我们借选哈的选举的这个中共政权啊，只有靠我们台湾人自己也当决策哈，然后我们要展现我们的自信。我们的决心啊，我们的勇气哈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23号南下到赖清德彰化竞选总部，帮彰化三位现任立委以及新提名的吴英玲站台，期望借由赖萧佩登记参选后，顺势推出女力战队，全部送进立法院。赖萧佩是相辅相成，而且他们的工作默契非常好。那同时哦，在民调的反应也非常好。那各地回报的讯息哦，都是对选情哦有提升振奋跟凝聚的作用，我相信会扩大我们支持的基础。这次民进党在彰化第一、第二选区组成秀秀连线，和第四选区陈素月都要力拼连任，而前北农总经理吴英宁也将在第三选区挑战国民党现任立委谢依凤。新唐人亚的电视叶锡宏台湾彰化采访报道。